排到夜夜了，感觉我们要一直排到 support 不是他为止，这是少数可以玩得比较快乐的时光了。他们剩一个 AD 位了，好，我这边选一个石头出来没问题哦，应该可以吧？感觉这边选个石头很不错吧。嘟嘟嘟嘟嘟，可是怎么是西格斯啊？好，因为他怕我选石头了。哦，酷哦，有点意思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带彗星的也是一样可以出塔，对不对？可以啊。安安，帅帅帅，来了来了来了。这样就对的啦 ，AHQ 赤色天马启动，有喽，赤字夜夜。啊，我们第一场怎么搞成这样？啊，有一个笨色天马，笨色天马，那个打野不走，一堆头也没有用，废。这下路怎么有干输啊？差点全 AD 啊。对，这个怎么怪怪的？哎呦！哦，哎呦！哎呦！确实是有那么一点怪怪的。哎呦，对，他怪怪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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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很。他很抽象啊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完了，玩这只搞不到他。我们这三只很能搞他。你看对面有鬼子，他走位很抽象，很怪，很怪，很怪。哎，中路，我进化，我进化，我进化。这个这么歪啊！哦，来，不急。什么意思？到底什么意思？哎呦，中路九桃狼了。嗯，当然。这个吉亚娜的衣服已经破了。他能变啊？他会为队伍做选择的，他的选角看得出来，一个猫币很猛。40刀，哎、欸，又压了快20刀，哎、欸，一趟回家冷足血，吉亚娜衣服破掉，得意的一天，能干唢呐，冰封，哎、欸，又吸了一把，下路要你来吸啊，赶快来装一个、啊，撞死他啊，这么加电啊，又快又快了，对面很脏哦，快点，只能靠你撞了、啊，那没有问题，第一件冰霜之心，大绝转好下去就是抽奖，等我。小弟弟，为了你们连活斗都不出，直上冰心，帅！怎么有声音的啊？当然啊，音线啊，大声起来啊！这个肺炎天使有没有训犬师？那不信，他这把很稀哦。阿杰怎么没抢到音线啊？真的是你吗？当然，他讲过了，打野不来乱，1v1，他输不了。哎、欸、哎，从、欸、那啊，看我们脚全高了。真的太早了，被唢呐杀了，那算我的。我这样看你还可以扭哇，全扭啊，太强了，只能硬嘟他、啊，操！哎、欸，有人有人有人。师傅确定吗？师傅，你摩哥这么凶啊？那已经贴在墙角，这样他都可以扭，好猛！全扭啊！刚刚在他在墙角的时候，叭啦叭叭，哎，请他吃强龙面了吧？你加片啊？妹子，敢自己走嘞？撞破哦！
屌那个外挂仔。哎后面有打野，我在靠，快到了，快抵达现场了，冷血还在砍全部了。痛啊！看，空招外挂，小意外了，手突然滑了一下。妈的外挂，操！他在耍白痴哎，这个人。不对，怎么了？哥哥，你脑充了，那外挂就想干了，加油，一打全部，他们剩下武功的了 ，AP 的帮你干掉了，都快死了，他们都快死了。阿阿全这波打得好，交给你了，不强，超强，卡伦贝超强，看你超级猛。把他们拉出去，你要打破那一只哎！你知道吗？关掉！我这打太痛了，够不到啊！认识啊，不太一样。之前的感觉都是，哎，之前的那个感觉好像是没有红豆线，有包线的墙壁啊。